年初三演讲被迫先提醒，来猜猜吉祥话。四个字跟猪有关。董事会。植物茂盛就很有钱。香香的身份我很有钱。哎，这真的很难呐、啊！你花开富贵，怎么可能？你神来一笔、啊！参加同学会坚持两个字，你就会答对。要这么再也不会相信。你赢他了！不相信也无用。还有议员传给 A B C， 过年那年在家欢乐学英文。Outside is green。Outside is 什么 ？It's green。外面是外面有人尖叫。Spring festival。You go to spring festival。Her good friend。他的好朋友。Dragon。Dragon。奥斯基。跟有尔虞我诈、精彩的一样不一样，都在待会登场的大年初三天才冲冲冲。大年初三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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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结婚该结婚，该生小孩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把这个一样不一样的摆在第一个单元？就今年过一个不一样的年。好，说的真好啊！要好的要继续一样，不好的马上不一样。对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不一样的，我们介绍今天我们陈真真跟奶奶队来，来先欢迎宣传的朋友。哎呦，林东旭。好，发哥，邱一峰，邱一峰，谁的？邱一峰，我也是，不是吗？我也是。哦，来介绍一下，宣传什么？宣传我们的舞台剧《双戏齐发故事工厂》。双戏，什么双戏？二十里，对，双戏啊，骑士跟三个诸葛亮。大家呢，3月18号开始到5月2号，两部戏，请大家热烈的捧场，多多支持，做活，做幕布工厂，来，请回，来，请介绍，还有默默，杨子怡，杨元杨的杨子怡。哎，夏雨欣，小杨，好，来，来，我们这边来谢杰里，啊，杜世伦介绍过来，严丽婷，一走，一走，正一下拍了我们华视的8点大戏，对，所以3月18是一个好日子，因为华视最新8点档也在那一天，对，而且我也有演啊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！怎么完了？完了，很卖座啊，会卖座，卖座，谢谢谢谢，绝对是好戏。剧名叫什么？只做一个小时，叫《爱你无条件》，爱你无条件。那今天我们奶奶队先来，来，好，看到了。奶奶队首先接受是这个题目的考验，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演能力如何。当然，我们的魔王要会抓，要会抓。我们的题目呢，发人深省的。哦，第一题跟过年有关的，绝对有。春节最讨厌发生的事很多哎，我们呢这个康健杂志特别选出了10大春节最讨厌发生的事情，哎，排行榜里面呢，大概你认为会有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张景先来。塞车哦，塞我有地方塞车，塞车，回家也是塞车，哪里都是公路大型停车场，真的。好，林东旭。最怕输钱吧，输钱，荷包失钱，荷包对，算不算？打麻将还要包红包，对对对，要有动作，我们要有标准动作，想个动作来，荷包失血，两袋空空空空空，两袋空空。梦梦想一个，吃太多变胖，哦，腰围变粗，那比如什么标准动作？蹲呀，我就吃着，哎，不用你。哎，标准动作，哎，好不好？就是个相扑选手的样子，好不好？杨子怡有没有想到一个？哇，其实我个人比较怕就是吵，
过年的时候放鞭炮，然后贺岁，他那种过年音乐，恭喜发财音乐，这样啪啪啪连续放，疲劳轰炸，对吧？过年音乐的贺岁音乐，对，而且放鞭炮大概从除夕放到初三，可以了，不要再放了，是不是？开始炸开，怎么听到会有躁郁症？而且你走到哪个商店，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新年新年啦，年年年。放鞭炮也有个动作啊，动作有个标准动作啊，点点点握多了，噪音哦，噪音放鞭炮握多啊，还有没有？我觉得就是过年常常要这个拜年或干嘛，有时候见到不想见的亲戚，很痛苦，因为有的亲戚喜欢跟你冷言冷语，真的，酸你啊，哎呦，这样很多，怎么还没过过啊？你大家都看，大家都看小，大家看小哦，哎。没错，春节最怕遇到的情况，除了刚刚艺人们说的之外，康健杂志调查前十名，我想也是大家过年期间最怕碰到的吧。而到底今年你会碰到几种呢？待会魔王又会抓到几位呢？我们马上接着看下去。我们派个魔王来抓他们。好，好，我来好了。钟哥啊，钟哥啊，钟哥厉害。这些状况我几乎都常常抓不到人，真的假的？有时候也抓得到一样。对啊 ，OK 啦，小助理处理。好，来了。春节最讨厌发生的事情有哪些呢？我来准备。跳舞跳。Ready。Hello。小多。应该有，应该有，应该有，一个一个来，把情境简单的演一个八拍来调一调。就是没腰好快。对。喝久一点。哎呦，晨晨回来了！要最近节目开那么多，果然啊，荷包看起来很满呐、啊。这是荷包。哎呦，荷包要多才可以养成这个样子吧？节目激情啊！你真是我讨厌的亲戚、啊。好酸哦！有包吗？前面爸妈，哎呀，荷包不能啊！哎呦，就差不多是那个数嘛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再生两个小孩了吧？哎呀，好烦哦。当然要他真的气，好，很好。遇到不喜欢的亲戚是吧？OK， 好，一杯 ，Camera。哦，好难过，真的好难过。哎，看到不会让座的吗？真的很难过，你没有看出来我很辛苦吗？有，他转得蛮顺的。什么？真的是？我们有这个选项吗？这什么？有这个吗？怀孕吗？我们有这个选项。你问我，你问我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问我几个月？哎，你几个月了？这不好说，差不多两三天了。两三天，两三天怎么两三天怎么那么大呢？你这样问你几个月，你说两三天，好辛苦，因为我吃好多，吃太多了，我真的好辛苦，这样就合理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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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放心什么？回头看一下。站好，站好。晕倒，看到。隔壁那个亲戚有看得到他就很讨厌，我又不能说他，我用鞭炮炸死他，炸死他！不要这种啊！那我要到你家放鞭炮，我跟你讲，咚咚的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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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吵啊！哇，哪个鞭炮不好？你这样懂了吧？对，音乐很吵，所以我点炮把它炸掉。对对对，过年每天过年的就换一台电视，真是的，啪啪，你们。来来，后面的来，照这条线过来哈、哦。别别别，哎，前面那个，过来过来，不要插队了。刚刚人在后面排很久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这是你这是返乡遇到车震，还是人潮拥挤的大排长龙？大排长龙。哦，到处都大排长龙。大排长龙。这很讨厌，人太多。看电影也是，买东西也是。看好了，他演的可好了，各位小心了。哦，预备。哦。过年真的吃好饱，整个你们说，几个月啊？你问我几个月？你老婆几个月？白痴！哦，我几个月？你几个月？三个月，三个月啊？对，你吃三个月了，还看不出来对不对？两天，两天，两天，刷牙还看不出来。所以这个是腰围变粗了，腰围变粗，因为暴饮暴食，大鱼大肉啊，不好意思，正好，因为不好喷了，正好。抓到一枚，对呀，澳洲，那哪个单元厉害？
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春节你最讨厌什么事呢？继续下题。Round two, ready, go。压轴，准备。啊，来来来，这你的，来来哎，这你的，这你的，呀，没了。猫吃血啊！可能猫吃血。这回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不要急，来打人了！不要推，不要推，后面不要推。你这应该是和那个。是什么？荷包失血，荷包失血。你以为跟你一样啊？没那么笨的。你以为是严丽萍啊？哦，所以这不是自摸，好苦难。学那个的，他刚刚林东旭就这样子的。没有。没有钱呐、啊。没有钱呐、啊。荷包失血啊！砰，糊了。好。白。来了，预备。这有什么东西嘛？哎呦，一天到晚香肠大豆的，还嫌我们够胖吗？哎呦，这礼盒你也是，看清楚，都是减肥药礼盒，你看清楚。哇，好羡慕哦！收到不喜欢的伴手礼啊，看你们谁倒霉。哎，为什么你还是变这样？刚刚是这样子啊，我刚是这样啊。刚刚你嘴巴有空气吗？对，我刚对我嘴巴最近有点中风，有点神经麻痹，所以我有皱眉头。他一定有，他有对啊，哎，有一定用你的说法，预备好不好？哎呦，你送我这什么烂东西啊？大过年的送这东西，蹙眉头啊！一看就是。对啊，过年要送一些喜气的东西，你送这个东西根本这个整个感觉就是不对的。你都瞄到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节目呀，如果有变的话，都会烂掉。大年初三开始烂。哎呦，你这个亲戚很糟糕，我都。够努力了，你还说我不烂东西？哎呦，烂东西，烂东西。好，这样就是你坚持一下会死吗？他讲讲，你就给他脚打他。我就是说碰到不好的亲戚，不是，今年才是羊头而已，羊头而已。我怕我到羊尾，羊尾，他怕到羊尾了就完了，羊尾啊。好，淘汰灵鬼，厉害。好了，两边攻守交换，好，加油。那第一回合，我们奶奶队三分哦！好了，晨晨队哈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都是跟年有关系的哦。会放假的国定假，会放假的国定假日，今年新政院颁布了，很像有几个节日是会放，其他都不会放了。来，那我们来。有哪些假日？这几年才感受到的一个节日哦，儿童节啊！就是你以前也有小孩，你以前没有童年就对了。不是，这几年有这几年你小时候没过儿童节？没有，真的、啊、那么可怜、啊？儿童节以前不干我的事啊，真的、啊哦、你不过儿童节这么悲惨？哇塞！因为不觉得东西，你生下来就这么大了。直接跳过去了，直接跳过去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儿童节没有在重视。四月四号儿童节，我们印象很深刻、啊。爸妈不重视儿童节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清明节好了吧？清明节就捻香嘛，捻香还是扫墓？不然捻香跟那个恭喜很像、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扫墓，扫墓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扫墓也会像春香，恭喜是捻香，对不对？哦，捻香，捻香，三拜，很多嘞，捻香，三支香。哦，这样有三平丁，阖家平安。再来，就中秋节了，是不是？还没。端午节，端午节，先叫先。划龙舟，划龙舟。夺标，划龙舟好。彩虹铃，夺标，夺标，对。夺标，夺标，夺标。好，对。夺标，那你？该我都没有了。夺标啊！端午节完，中秋节啊，中秋节啊，中秋。中秋节吃月子嘛？吃月子？你坐月子吗？中秋节你吃柚子啊？怎么样？坐月子吃柚子，好不好？吃月饼，吃月饼吧，吃柚子，吃月子坐柚子，因为是月饼呐、啊，我把两个月饼跟柚子结合在一起，月子。太聪明，我想太多，想太多了。那我们这边派谁？那
那我来喽。老师没给啊。老师买啊，来抓一下，抓一下。老师本，来准备，一样不一样。Round one, ready, go。哎呦，哇！预备，杨子怡，过什么节呢 ？Action！ 断标了，断标了！我要动作大一点吧。夺标，夺标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掌旗手，对对。好，恭喜得标，好，得标，得标。预备 ，Action！我表演的是中秋节，不用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知道为什么是中秋节吗？为什么放鞭炮？不是，因为吴刚伐桂。好笑！哇，比他月子好笑哦。他母亲的月子，他干嘛拉耳朵呢？伐桂都是这样子的、啊。对不起，对 对, 對。所以就是中秋节，对，中秋节。哎呦，啊，这不用比啦，预备，开始。二八佳人花公子，祝大家和平快乐。没有啦，这个是这样，一嘛，二过去嘛，二三，二三这样，五嘛，不是，你是不是，是这边三，这边二，碰过来，这边变二，这边变三。小松哥，你在附近吗？不是吗？我们不是这样，三过去，它变五，我就废话，不会，不容易哦，不容易哦，你看看，来，三，一米，坐。哎，这个难哎！哎，抽筋了你！哦，这哎自己别出心裁哦！预备 ，Action！ 夺标，夺标！爸爸，不要再演了！爸爸，我要陪我演呐！我陪我演，我演你爸爸。对，我衰掉。没啦，听你啦，你来配合我。你去演，去演。你比他像他爸，你看，随便一个啦，随便一个啦，怎么样？配合我，来预备 ，Action！ 预备 ，Action！ 爸啊，过年你要带我去哪里玩？你青菜去剃头，我不会惨。妈呀，你先给我看的呀！我看你们戏好啊，看你。不是，你先给我看的电影啦。我看你对。哎，哥，出去玩呐、啊，过年出去玩。太忙了，看你对。等等你哦，我们快到到生哎，你该搞啥？你该在搞爱。我爱你。哎呀，爸爸，你该要赶快背我。我今年才大年初三，我不要。从羊头摔到羊尾，没关系，你只要飞我，那你抱我好了。你更倒霉，你都没有陪我演到完。我不要抱，我不要背，那我就陪你演。那就我要的就只有这两样。你设计这段就是要跟他互动，就对了。对，不是要抱我，对，就是摸一下。他不怕羊尾的，来。对，没有，我已经羊尾了。看到他哦，直接过到阳尾了，对，机车哎，所以什么？这是儿童节啊，儿童节。哎，不是说过年？儿童节你又没有啊？我说过年要带我来，站好，好了，准备哦，预备，我们魔王抓紧，预备 ，Action！ 没有了，啊，夺标耶！你少了，这两只手就掉下去了，拜年啊，这拜年，夺标需要两只手夺，一只手，夺标都一只手，拜年。恭喜鬼了，叫你们抓两个，一个一个抓。耶！赢了，赢了，就这样。你怎么赢了？哎 ，Run Two 啊 ，Run Two 啊！还没。站好 ，Run Two 啊！来哟。抓不到的啦。难哦。来，准备。一样不一样 ？Run Two， Ready， Go。嗨。完全重，连预备是都一样。Action！ 爸爸，我重新想要出去玩。爸爸，你都不带我出去玩，我脸上都三条线呢。三条线，对啊，我都三条线呢，赶快带我出去玩。我大便大到裤子上，三条线。好了，好，三条线哈。啊，来，准备，预备。
这个好像这个节日很特别哦。对，预备 ，Action！ 老师给我那个行进那个什么总统府那个小府的音乐。总统府就阅兵嘛，阅兵。哈哈哈哈哈！行进小府。总统府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看好一组。他当过兵的。哇！经过阅兵台的是我们的三军将士，渤海花朵。不是到那个金门跟自卫队吗？自卫队。现在经过他面前的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女兵，金马娘炮队啊！双十节组的，一组的耶！一组的耶！三星蛙人部队，蛙人，蛙人，蛙人部队，蛙人部队，再翻过去。哎呦，我不听你 Q。直接抢的。你现在要抢队，他就抬出去了。这是双十节，来，预备，渤海欢腾庆双十，所以我们在总统府前面，我们是海外的侨胞，耶！国庆日，可以了，一，哦，国标，好，谢谢。不是啦，不是，好，挺好。预备，那个，当当当当当当。那是降旗，升旗，升旗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，主席就位，唱国歌，这样，你唱一遍。三民主义，吾党风中。风中，在风中，我遇见你，在雨里，我见过你。在元旦，元旦，元旦。元旦了，要升旗嘛？好，来，准备看抓几个，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就那只啊，来啊！哎，庆！现在我们三军要经过我们的面前了啊！有哪三军？陆海空三军。爸爸，还有今晚，今晚我有三军。抓到一个喷！抓不到你，知道吗？我抓不到。那现在我们是3-3平手哦，平手。Yes。Round two 是短板哦，只有五个选项。终极版，终极版。来 ，Round two。一样不一样？终极版，什么叫终极版呢？刚才最起码选项都有6-7个以上。对。这就只有五个，而且只有一回合，有抓到就有，没抓到就没有。好残忍。现在换他们了，题目是。火车站会出现的人，哪五个选项呢？屏东区，便当便当，一个100块，好吃便当，好吃便当。来，再来梦梦。爸爸来儿子啊，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爸爸来儿子啊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送行者，送行者，送行者。我觉得没有礼仪师。送别，送行的人月台边，惜别月台边，是吧？所以要再见，是吧？爸爸的爱要再次提啊！杨子怡，还有什么人？哎呦，哦，这是流氓，没有，他这有一把枪在这里。警察，楼上一定要铁路警察，对，铁路资讯，铁路警察，对。警察跟站务人员就不一样了。站务人员是这样，检票，检票，这个检票，对，检票，检票就这个动作。对，那你那个掏枪就是警察，对吧？掏枪，对。然后那个爸爸，再见，对，已经四种了。再一种你没讲到什么？乘客，乘客，背包客，背包客，背包客，就这样。派个魔王，谁？说，乘客就你来了啦。对啊，你是站那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抓是。这重责大任交给你。大家，走，大家回合哟。来，我来帮你 Q。哎呦，加油啊！再被抓到，没有一个单元会。有啦，来，一样不一样 ？Round one, ready, go。嘿。哦，哇塞！大年初三联想 Table 新题型，来猜猜吉祥话。四个字跟猪有关。总是会。植物茂盛就很有钱，香香的身上我很有钱。哎，这真的很难啊！你花开富贵，你知道的。
怎么可能？你神来一笔，你只要学会坚持两个字，你就会答对。不要这么，再也不会相信。你听过吗？我相信有人中。来，一样不一样 ？Round one, ready, go。哦，哇塞、啊！哎呦，啊，中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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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没有，还没有表演，怎么知道中啊？怎么样？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呦，多，有想要吃什么吗，客人？今天有想要吃什么吗？看你卖东西有点没胃口。问问我想要卖什么嘛？问问你想要吃什么？问问你，问问看我没有卖，快点。我看到你就跟你讲，什么胃口都没有，卖什么东西？我就叫你问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，说说看嘛，看我有没有啊？你是卖东西卖给我啦？我想问你有什么东西？我不卖，行不行？我卖便当盒，什么都没卖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这样怎么做生意啊？啊，我不想卖，太急车了，客人。玻璃的五机车，有没有听过顾客为大？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、欸，那个卖东西的，麻烦你对顾客好。对啊，你卖什么东西啊？这样我们警察抓他，抓他，警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这样的人。我应该检票，要不检票？我什么事啊？你检票不要检，我做生意干你屁事啊！我要好检票吗？叫我客人问。叫警察来，叫警察来，不要吵。好、啊，叫警察来，叫警察来，警察，警察。里面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卖吗？你先听听你嘛。我卖个便当，我卖毛的。警察，没有临时改变角色。没有，你叫他警察就警察，好完善。干什么东西？你要怎么样？干什么站？你站好。拿刚干嘛？要哭的警察，刚才是一把枪这样的，不要动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，插队啊！让我对空鸣枪，现在排队要走秩序，不然我对空鸣枪鸣十八。绝少在火车站有人说我要对空鸣枪，我要通缉犯，歹徒吧？没这种事情。我跟你讲，大年初三就烂掉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预备。Action！ 回家已经老家在，我的妈可以给俺。难怪没出唱片。你把我放上啊！你不要进来啊！你把我放在我冰箱高级。送行者啊、哦，送行者。好了，最后来预备 ，Action！ 喂，是什么？听说车站里面有嫌疑犯身上带枪，是不是？有什么象征？老老的，胖胖的，象征。有什么象征？老老的，胖胖的。哦，天上一片云哦，有象征。然后那风吹得很大，有没有？下雨，然后呢？下雨，飘毛毛雨。没有人。是穿黑裤子，穿黑裤子。让开！让开！我要找嫌疑犯。他说你让开。让开！找几个？我嫖客装老老的、哦，胖胖的。我怀疑你藏有枪械，违法吗？有，确定要这边摸？确定？我确定会考虑清楚哦。你到底？你被咬到，我不管哦。他真的藏有。搜身，搜身，快！警察搜身！搜身，搜身！来，你不要动，我要摸了。来，警察，双手，双手举高。来，搜身，搜身，上来，从后面搜。哦，我的便当都在这儿，我把便当吃在这里。好，站好。所以呢，送行对不对？谁？我当然啦、啊。是吗？阿姨、啊，我是最公民奖。你走，你走到你走，你啊，你太够邓来了啦，阿姨、啊。你那没退我啦，阿姨。好，送行，抓到一位。是有。来了，这样是6-3，我们只要抓到两个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风水交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现在我们成身队啊，哦，包青天之子，还有五只，还有人说不全的这五只，来，
钻天鼠，身轻如燕，钻天鼠，身轻如燕，所以鼠是个好汉，彻底，就往地下钻，钻地，一个是往上，一个手往下啊，来，钻天鼠，彻地鼠再来了，穿山穿鼠，铁臂神拳，铁臂神拳啊，我他妈乱唱，是吗？对啦，穿山鼠，铁臂神拳，哒哒哒哒哒，铁臂神拳，哎，对，铁臂神拳，对。你怎么每个陛下都像警察？来，袁丽婷，翻江鼠，身手不凡。哎呦，身手不凡，翻江鼠。翻江应该是游泳，我觉得翻江应该是游泳。对啊，游泳。好了，最后一个，锦毛鼠。一身是胆，你要长大变毒黄，你都是毛就了。这样啦，打三响，哦，十八响，一身十三响啊，十八招，十三响，十八相送会不会比较好听？十八招，十三响，好了，那刚刚你魔王嘛，那我来，你帮我主持，来你魔王，起码抓两个，包今天剧中的哪五鼠呢？准备 ，Ready Go。Oh my god！ 请问一下，你是插都中，你是插到鲨鱼是？对，我是抓特地鼠。我这往土地里面演啊演啊，不要讲啊演啊，预备。开始。很凄惨。你想要游进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。你不是要钻进去，你要游进去，对不对？游不进去啊，这两个。第二个，哦，我是翻江鼠，看，翻天鼠，身轻如燕。哦，对，啊，可以跳，没有，跳高点。一手就可以把我抱起来。哎呦，哇，那真的，他很会跳哦。真的吗？你一手把他抱起来。什么叫？我不相信。就是他不会力量的。他很会吼我。真的吗？我不相信，真的一手就可以。能不能你？哎，大姐，真的可以。哎呦，真的。让开。是让开还是让开？让开。好像不难哦。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示范了半天，扔了呢。让开，大哥我来使。穿山鼠，铁臂神拳，铁臂神拳，没有一次。而且他的拳是最厉害的，尤其是李树拳，有一些声音在我胸怀。还是如钻如此纠缠。原来李树全是模仿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一段做后置还不好找。哦，真的要找李树全的 VCR 来。应该找。哎，快中风了吧？超级毒龙。我绝招都还没使出来，还没使出来。你要演什么？钻地鼠吗？超级毒龙钻！哇！上节目偶尔要表现一下灵活度，厉害！准备！啊！聊到这里，这猪八戒，对，那锦毛鼠的，你往那边还看不到我。人家故意往这边，一看到我，我看到也往这边，两个一对眼互看，有没有？很明显是同一个场子里抓到一个，好，抓到一名。最后比数，我来六六大顺。